开准备，三二一，行动。海洋被全部冻成冰块，组成一个巨大的冰环，就像一条钻石项链一样环绕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外。这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一个景象，然后它又非常的残酷。刘慈欣老师在原著里边已经给到了这个世界观，同时他又具备废土科幻、荒野冒险、宇宙探索啊这些比较精彩的元素和可能性。就当你每天水都喝不上的时候，你可能在意的事儿就没有那么多了。最主要就是没有海的地球它到底是什么样，没有海的人类将会如何生存。废土是在灾难之下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始终没有放弃的人类，他们建造了穹顶城，发展出了拾荒猎人这个职业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还在挣扎求生。房子、建筑、车，这些其实设计的非常非常细节。中国航天代表的是人类最高的科技水准和智慧结晶。人类永远都不会孤独，只有自私狭隘的文明才会孤独终老。是谁把海冻成冰环的？我不知道。冰环，它是凌驾在人类文明之上的一个存在。创造它的人，或者说文明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当一个文明走到终点，或者说是发展到了极致，接下来还能干点什么呢？那好像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，就是艺术。我感觉我有家了。我会把海取回来，带你回家。